欢迎大家收看多多快乐学堂，大家好，我是永盈。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东西呢，非常非常的实用，特别是啊，如果你想要装自己的卡，或者是想要装护照，甚至是手机，都可以做得到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成品吧。我们今天教大家做的就是羊毛毡卡套，而且呢，你看看这个 size 是不是刚刚好，甚至上面还可以写自己的名字耶。好，我们要欢迎到今天的羊毛毡达人 Maggie 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 老师。Maggie 老师，我们赶快介绍一下今天要用的材料。今天我们要做那个卡套，那我们准备的话就是会是用这种美利诺的羊毛，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会今天准备一些施毡的工具，像今天要准备就是气泡布，然后纱网，还有这个布就是一个擦手的毛巾，那再就是像我们会准备像缝线啊，还有就是像是水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水的话我们会准备就是有泡泡水对，那另外我们会准备的话就是像这个是敲皮革的工具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动手做做看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准备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做试站，我们会准备一个版型。这版型的话，就是依照你想要做的作品的大小，就是准备一下，就是把它画成，要先放大。就比如说像我要做10公分的，好了，那你要把先这个版型呢，就比如说成1.7、1.8，所以我们边画起来会先作品会就铺起来的会大小比较大一点。所以我们其实要先拿出个样本呢，像我们今天成品看起来就是比较小一点点。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泡棉的大小是不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点？对，因为你羊毛一定要让它有个粘缩过程啊，那作品它才会比较扎实，好，不然它怎会是松的？那我今天准备的是两个颜色，因为我里面一个颜色，外面一个颜色。那我们利用这个过程，让它羊毛的部分呢，它会变成就是形成一个新的颜色，不会是单独的一个素素的颜色。而且我们今天做其实有点渐层的感觉，你看老师已经准备好我们墨绿色的羊毛，对。那我们首先的话，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版型啊，我们先做一个铺毛的动作。那铺的时候，你像我们今天的作品来讲，你要先直，铺直的或铺横的都可以。好，那最主要的话就是把这个版型做一个铺满的动作，然后我们会依照版型就是把它做一个前后左右都要做超出。好，那因为这个超出的动作让羊毛它才可以包到另外一侧。所以我们的长度要比原来的模板长度要再更长一些些。对，那我羊毛部分我已经做好分量的动作哈。其实我们一个面，像今天的卡套的话，就是大概用到是4克。那可是因为我们是用到两个颜色，所以你要把颜色羊毛部分，你就要再做一个均分。就比如说像现在在用这个颜色才2克，那等一下另外一个颜色2克，所以加起来它也是刚好都是4克。所以其实在抓的过程当中，老师我想问一下，我们量要怎么抓？可能我们可以铺厚一点，或者是可以铺薄一点，这些都可以自己决定。对对对，其实它有公式去算啊，但是说其实主要是说看你自己喜欢厚一点还是薄一点的，都 OK。对，这时候拿出我们的泡泡水了。对，那我们像我们这里面啊，已经加了那个皂剂在里面。那皂剂的部分哈，其实你就在家里啊，只要能够像洗发精啊、沐浴乳什么之类都可以加进去，它就是一个让它帮助它起粘的一个作用而已哈，让它有一点点的粘性。我们不单只是用纯水，里面可以加像包括洗碗巾啊、沐浴乳啊，刚才老师提到的。所以现在老师在上面为什么要让它那么具有粘粘性呢？对，我们现在这样子水啊，如果你光是干净的水的话，你会羊毛发现它很容易还是会粘自己的手起来，所以你的这个皂剂加上去之后，你会发现羊毛它变得会比较滑顺。所以加皂剂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让羊毛整个不只是可以粘粘，甚至呢整个是很顺的，看上去有点光泽感的。对，而且像这个过程摩擦它也不会因为羊毛太过干涩，你会好像都搓不动的感觉。那边缘这边呢，其实因为像刚刚部分超出去不够多，但是我们还是把边缘部分做一个拉过来的包的动作，往里面包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是这一个第一层铺好之后啊，其实我们就是在换第二个另外一边的同个颜色。好像这个内外层羊毛的颜色的话，就是你就把你里面的要的颜色全部铺完，然后再去换另外一个颜色。好，这样你的颜色它才会是从不会换看起来不一样的感觉。那像这一层的时候，我就会比较就是有点偷吃布的方式。等一下呢，我会直接在上面叠另外一个颜色上去。好，这样我们就会节省，就是一直在做翻来翻去的动作。但是这一层的话，我们不需要喷一些水或者是洒水在上面吗？我们现在是要先铺羊毛的话，可以先不用加水。那等把羊毛全部铺好了之后呢，你要做一个洒水动作，羊毛它才会做一个粘黏，你才有办法做下一个步骤。
那像这边我就简单的先把这边缺口部分补好，那这个我会先直接再铺这个颜色上去。嗯，对，那差别在于说，因为这一层叠上去的时候，它不会让等一下另外一边的羊毛啊，它会跟这边做那个太混杂的动作。哎，不过我发现呢，老师第一层铺棕色的时候它是直的，但是铺第二层绿色的时候你反而是横着，所以它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。其实因为羊毛在铺的时候一定要做直横，就是一个经纬交错的动作。那因为我们刚刚的量比较少，所以像刚刚第一层我就直接是铺横向直向，那它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直接铺好。哦，所以老师说刚才有点掏假包，现在第二层看起来铺的量会相对再多一些些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是叠了两层，你会觉得好像量比较多的感觉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把羊毛的部分呢，一定要全部用完，才有办法做下一个步骤。因为像我们羊毛部分啊，我们已经做好了计算，哦，这样子一定要全部把它铺上去，才不会有不够的部分了哈。那这个铺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一样盖上纱网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一次就是洒水的动作，因为这一面的部分刚刚都没有洒过水，所以你一定要做补水的动作。但老师，如果不铺纱网是可以的吗？这样会容易粘我们自己的手。哦，羊毛它就是在半干半湿的状态的时候，它很容易会像就粘在不同的东西上面，像我们的手，它就会把它直接做一个拉扯的动作，会整个毛都粘在手上面。对。那像我们就可以简单这样轻轻的摩擦一下。其实像如果你有用塑胶袋之类的话会更好，因为我们手的摩擦力会比较强一点。那所以有时候你磨一磨发现它怎么好像粘，已经粘在纱网上的感觉，而且上面有好多小泡泡。对，刚摩擦的话就会起泡泡。那我们就是再把这个翻过来，也是一样把边边往里面折。对，那我们折过来之后，像边边等下不足的部分，其实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层的颜色，就会直接把它补上去喽。所以不用怕说，怎么这边好像都没有羊毛的感觉？嗯，好，来，这个补好了之后，记得我们要拿新的羊毛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啊，先把手给擦干。对，你没有擦干的话，拿羊毛它很容易粘我们自己的手上去。哇，这时候又要再铺上一层绿色。对，这个补上去之后，我们就所有的部分都已经补满。那我们现在换个方向啊，哈，刚才是直的，我们现在换成横向的方式来铺我们墨绿色的羊毛。对，其实羊毛的比例你自己可以去决定一下，比如说，今天绿色我想要多一点，那里面底色少一点，其实都可以。那其他混出来的话，它就会有又有不同的感觉。这边把它补一下，然后我们上下的部分也做一下补亮的动作。这样这边才会有超出去的部分，才有办法做包覆到另外一边。好，所以像在铺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像依照我们自己需要，就是毛量像我们今天设计不多的话，你在铺毛你就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，不要一下子放下去太多。哦，所以一开始的话其实量不用太多，反而是你之后觉得量太小，还可以再另外再加羊毛毡。对，可是我们通常都会先计算好一下，这样子做的作品你才会知道说，哦，下一个作品在制作的时候你会需要用到多少的羊毛。对，同样的方式，如果你已经叠一层新的羊毛上去的话，就要记得一定要加水。对，其实我们可以看，如果说下面你觉得好像水太多的时候，你可以先试着压看看。对，那真的没有办法把羊毛全部打湿的时候，你再加水。好，一样把它翻面，然后往里面折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基底的部分呢，就把羊毛全部都补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下，就是我们想要的装饰的部分。装饰的部分的话，其实你就看你喜欢在上面，像我老师今天做的是简单的，就是线条的部分上去而已。那你要做一下，就比如像花什么之类，其实那个都是慢慢做一下要铺的动作，把那个图的部分给勾勒出来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把基底给打好。哇，老师现在要上不同颜色的羊毛。对，那像你想看，你想比如说我把它简单下面是两条，就是好像不同的颜色叠在上面，
好，你可以先这样子横向把位置先固定出来。嗯，因为看成品上面呢、啊，其实的确我们的底座呢基本上就是墨绿色的，可是呢这边有做了渐层的感觉，浅蓝色还有深蓝色的点缀，看起来的话呢，其实真的是还蛮像在外面买的。其实我们做的作品啊，如果说像我们今天是用施展的方式放上去，那你也可以把基底的部分弄好之后啊，你也可以用针毡的方式，然后在上面戳图案。咦，但是老师，如果现在呢羊毛毡还是湿湿的一个状况底下，我们还是可以拿戳针再戳上去吗？但是我们还是要等作品完成之后才会做针毡的动作。哦，就等它全干了，我们再自己加一些花样或者是图腾。对。因为像现在的话，它羊毛整个还是松散的，还没有成一个袋子出来，所以你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做下一个步骤，是因为像我们在针毡的时候，下面是不是都会垫一个垫子？嗯，那这个垫子的话，才有办法让羊毛不会穿刺到其他我们不想要搓的地方去。那你现在因为下面是隔一个气泡袋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撑开来。哦，对，那我们现在你看，我们老师现在就把这个羊毛故意撕短一点。就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织点单单织痕交错的动作，那羊毛在叠多叠少哈，你就可以看你喜欢，你想要颜色好像很深一点啊，你就其实你就把羊毛放多一点，再叠厚一点。那我们把你看利用下面有水的部分，羊毛直接可以稍微一挤压，嗯，就可以把下面的颜色羊毛给沾湿了。那这边超粗的部分，你可以直接往后面或是叠回来都可以。哇哦，这时候渐层的感觉就把它压上去了。对，这个放上去之后，所有的羊毛都放上去之后啊，哈，我们再来就是要做的是摩擦的动作。哦，这时候要做摩擦动作是为什么呢，老师？我们要让它起粘。嘿，羊毛湿粘的话，湿粘做法的话，其实就是要靠一个肥皂水，还有摩擦，它让羊毛在摩擦过程中啊，哈，它羊毛它就会一个产生一个纠结的作用。嗯。它就会粘成一块布的感觉。我先集中搓，像一般来讲，我们作品弄好之后啊，像这有图案，我们通常都会先搓图案，因为让图案固定在我们想要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先边搓，如果说像这个条纹部分，你不想要让它太乱的话，你在搓这边都是先尽量是横向的，然后不要直的，不然它会乱掉。好，可是如果你就喜欢自然晕开的感觉的话，其实你就是直的、横的，怎么样方向搓都可以。哦，所以看大家的喜好啦。如果喜欢规整一点点的话，就同一个方向；但如果说喜欢比较乱一点点的感觉，你也可以直的搓，也可以横的搓。对。那摩擦过程中，记得边缘你也要做一下搓的动作，边边也要注意。对，这样的话，它边边它才不会跑离版型了哈。那我先检查一下，像刚刚我们有稍微摩擦过，对不对？嗯。它会像这样子，好像粘在一起。哇。那我们看后面哦，哈，其实它后面部分你看完全没搓，它是不是就很容易就拉起来了？嗯。对。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像这样子慢慢哈，就是把两边一定要做一下就是摩擦的动作。哇，这真的很神奇耶！我们稍微你看老师哦，用力在摩擦的过程当中，羊毛毡自己就会自行粘合在一起耶。对。那是我们的粘合啊，哈，因为一定要让它毛的部分一定要做固定，我们才有办法做下一个步骤。好，不然因为羊毛像刚刚那样子，整个很松散啊。你如果做后面像我们要做缩小过程的话，它会整个会羊毛会做一下，就是会粘到旁边去，那就乱掉哈。像其实它有一点点粘黏。那如果说你时间不赶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摩擦再久一点点，那它会粘得更紧实一点。好，那下一个步骤的话，其实像我们现在就会做一下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拿起来，就做这样轻轻的揉的动作。我们这样揉的话，会让羊毛它会慢慢再更紧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就像这样子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方向揉个5下10下，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方向。好，就记得这四面八方，然后你都要做这样一个卷，把它慢慢的让它揉回来，它会慢慢就是像，因为我们的挤压过程啊，它会缩，会慢慢缩小。所以反而不需要戳针或者是单针去戳它，我们只要通过摩擦的方式，也可以让它本身变得比较紧实一些些。那你可以这一面揉过一次之后，你就记得换面。
好，因为我们两边都要同时这样的作业啊，哈，它才会缩得均匀。好，如果说你只单独是一直弄一面，或者只缩一个方向，它可能就会缩成形状，又会变形。因为羊毛毡变形的过程，就是像在这个缩小的时候，它很容易缩不一样的形状出来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缩高度的话，你就记得揉的方向是一定要是揉这两个方向，它才会缩的是这里。那你要缩的是左右的话，你就记得是这两个方向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慢慢让它粘缩，像我们会缩到可能像比如说像这样的程度，这个是大概缩个至少有那个二分之一以上。对，把它这样缩成这样子之后，我们会先剪一个小开口。好，小开口呢，那我们才能做下一个步骤，就是要继续让它做粘实粘黏的动作。哈，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说我们想维持可能 size 比较大的话，是不是搓揉的次数就不用那么的多？其实实粘的话，如果说你要做的作品是比较大的话，你一开始你就要把你要的尺寸一定要确实的算好。哦，它跟针毡不一样的话，因为针毡，实粘你没有缩够的话，它整个作品会是不扎实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先剪一个小开口，因为我们要取出版型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算一下位置，像现在还很大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剪在 2.5 公分的地方。老师，剪开口是因为大家看到成品当中这里哦，其实因为你要装卡或者是装零钱的时候呢，这边就需要一个开口，所以现在老师已经把它剪出了一个开口的话，你就可以用来装东西。对，我们先剪大概边缘部分，我们就是先留个一公分左右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缩够，所以你不要把它全部剪到开。那它在缩的过程中，它可能会缩的一个旁边都缩到前面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切泡袋，你可以拿出来就可以看一下，它是比较大。对。那我们再一个的话，就是继续做一个搓揉的动作。对。它会后面的话，就是可能会需要用力一点，像老师现在就把它直接用在手上，一直揉。然后把它揉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它的 size 真的会慢慢缩水。对，它会一直缩，就是比你看这个是刚刚的我们的版型，那它现在又一缩。哇，对，那实际说它会变形状嘛，所以要随时去做调整，它才会缩得均匀。那我们这个剪这一刀之外，其实我们上面还会剪一个小开口。好，这是要做装吊绳的部分。那你大概在距离 0.5 公分左右，你就把它直接这样戳动过去。哇哦，等一下就可以穿线过去，就可以拿来当个挂饰，或者是挂在脖子上面、背包上面。对，那我们在揉的过程中，其实你可以随时去做补水的动作。好，那这样你在揉，它才不会好像整个一直在摩擦太大力的话，它会就是会起毛球。好，它可能会揉得很奇怪，就是它会歪嘛，然后水不够的话，你会也会搓不动。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们会慢慢把它缩到我们要的尺寸之后，你可以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设计是大概是11公分的高度，然后宽度大概是 6.5 公分，你可以边揉的过程就先自己需要随时用尺去量一下。好，比大大概再大一公分，比如12公分的时候，然后宽的部分我们大概就是比如大7一公分，就是7.5公分，我们就拿去湿，就是冲，我们再洗，把它洗干净皂剂。那洗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去揉，然后把它顺便把它皂剂冲掉。那我们把它洗到好之后，其实刚好完成的作品呢就会好了。就会像这样子，老师可以对比看看，其实这个半成品跟成品两个 size 就是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你看像这个就是还很大，我刚刚讲说大一公分左右，我们就先去洗。那洗的过程中，顺便把它揉再缩小，对，那顺便把皂剂就会冲洗掉，好，这样会比较好洗干净。那我们把这个就是洗好这我们的半成品之后啊，哈，其实我们就会做另外的步骤，就是帮它做一下小装饰上去。像老师今天就会准备的话，就是像我们准备一个小皮片啊，然后把它敲上我们自己的名字。好，像成品当中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写着 Maggie 老师，就专属于 Maggie 老师的一个小小的卡套。对。然后其实刚才很神奇的地方是啊，原本我们准备的材料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大片嘛，以为说要做一个大包包，结果没想到在搓的过程当中揪起来了，就变成那么小的一个 mini size， 也是蛮有趣的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好像上面敲敲那个名字啊，哈，因为我们要敲皮的话，我们先用水把它沾湿，让它软化一下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像我们就准备像这个是敲皮片的哈，你就看你想要敲什么字上去。对，那比如说我们就今天简单一点，那比如说像我今天要想要敲个图案，皇冠上去，好，那就在中间你位置上面就抓好位置之后啊，就利用这个，然后用这个就敲。
敲个两下，它上面会有一个印记在上面。哦，对，那就看你喜欢什么，你就把它全部敲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才来做缝的上去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那个一定要先敲好才能够缝哦，不然你发现说字打得不够，然后想要缝会粘回来，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敲合的动作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先敲好之后再缝上去，确认说你的字母啊、图腾都已经敲好了。现在看老师拿出了针线，就是呢要把我们刚才敲的皇冠把它贴上去，对，缝上去。对，那我现在是简单缝的话，就是像我就直接从侧边那斜针，然后走到边缘的部分。那因为像我们今天是用一般的缝针啊，所以它头是尖的，你会比较不好缝。那可是我们就稍微拉一下，调整一下，慢慢对好位置。对，不然一般的话，我们缝皮革的话，我们会使用的话是用那种就是比较圆头的。那我们这一针，我们就直接跳到这里的话，像我老师我就是不结，不把它打结，我就直接走羊毛中的内层，就是走羊毛，它中间会有一个夹层，那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把线穿过去。对。我们这样就不用再做一次打结的动作。好，那像这个位置的部分，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有点过去，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换另外一边。好，因为这个皮片它的部分它有点洞不够大的话，啊，我们用针它是尖的，它会有点被堵住的感觉。那我们就直接再帮它，有时候可以用锥子，它把洞打明显一点。嗯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缝个三针上去之后，最后一针你可以把它像刚刚我们是故意走到远一点的地方，来把它做个收尾。对，那我们在外面打结，这结你让大概距离在0.5到1公分左右，那我们再从同这个洞。把线结的部分的拉进去，这样就都不会看到线头。好，那我们再剪掉，剪它就完成了。对，那我们再来就是把这个绳子的部分把它弄上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辅助把它穿珠珠上去啊，你可以剪一个小线的部分啊，哈，把它放在这个绳子的前面。好，因为这个珠珠的洞比较小，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拉一下那个。皮绳，它会比较好过去。当做是一个辅助的工具。对，好，大家在穿珠的时候呢，要可以多点耐心。好，现在呢，透过我们线的辅助呢，已经穿进去了我们的绳子。对。然后呢，再帮它打个结。长度部分你可以自己决定，说想要长一点还是短一点都可以哦。哈，那我们再把它穿过去。那套过去之后，把这个珠珠再往下拉。这样的线就不会跑掉了，那我们的作品就完成喽。哇哦，专属于我们自己的卡套就做好了。我们要谢谢我们的 Maggie 老师今天教我们动手做，大家也不妨在家里面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豆豆快乐学堂，下一回再见喽。